台南的新市窟窿会今年中秋节是特别甲真有名的这个店家联名合作，用这个毛豆创新制作出这个外皮真软 Q， 而且佫有在地特色的毛豆大福，而且佫有这个毛豆的红豆啦，佫有奶油这两种的口味，是拢会中秋节限定的商品。因为这完全哦拢是手工制作，这数量有限，只有150组，目前嘛拢已经被订卖了了。咱新市窟窿会伫今年中秋节，除了毛豆系列商品以外，佮特别甲知名店家合作，用着毛豆创新制作出具有在地特色的毛豆大福。农会总干事李美化表示，新口味有毛豆红豆、甲毛豆奶油两种口味。今年我们新市农会跟我们台南的这个人气大福金桃家合作，在我们中秋档期推出了一个限定款的毛豆大福，那总共150组，在预购10分钟之内已经销售一空。那新市农会为了在帮毛豆这个产业继续来做推广，会在寻找更多可以合作的机会，让消费者可以尝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毛豆产品。另外，在中秋上列，农会也推出豆豆猪肋鸭、有毛豆香肠、茶豆荚、芥末毛豆荚丁组合，以及还有茶豆香酥、毛豆拌面丁肋鸭，是民众中秋上列好伴手。欢迎大家到农会超市选买。在每年中秋节的时候，都会推出我们的猪事圆满的中秋礼盒系列，那其中就包含了我们最畅销的毛豆香肠，还有我们的豆豆猪组合，就是我们的毛豆香肠加上我们3种我们的毛豆荚、茶豆荚跟芥末毛豆荚组成的这一个豆豆猪礼盒。那另外还有我们的毛豆拌面跟我们的茶豆香酥，都是我们历年来非常畅销的这一个中秋节礼盒。新市窟窿会表示，今年新推出的毛豆大福，外皮软 Q， 内也包了满满的毛豆跟红豆，吃了后充满了毛豆跟红豆香气，甜而不腻，是农会中秋限定的商品。因为完全拢是手工所做，因此数量有限，只有150组，目前已经全数被预订了了。记者肖建伟新竹区采访报道。